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要用我手上这罐喷漆来街头涂鸦。那一开始的话，我们先来看看别人的涂鸦都涂得怎么样啊？哦，这边有个太空狼人杀哎。好，既然是街头涂鸦的话，我们来恶搞这个太空狼人杀好了。我们在他旁边画一个杀手，来吧。来看一下，先调个颜色，画个蓝色的。来来来。这样子，涂涂涂，先涂他后面这个一个后背包，然后呢，再画出他的形，OK， 接着把它涂满，好，差不多这样，他的外形，接着护目镜，哦，有了，最后呢，他的那只邪恶的手要伸出来了。哎呦，哇，出来了，最后刀子来把它插下去，最后再补上刀的细节。好，恶搞完成，来欣赏一下我的作品啊，死掉了，不见啦。好了，接下来还有什么呢？哦，这边有地下室哎，下去看看。哇，这是血迹吗？被拖下来啦。这边还有一个 help。啊、这边要怎么恶搞呢？想一下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在这边画一只怪物，然后那一只怪物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来来来，这只怪物懒懒的，然后毛毛的。好，差不多这样吧，然后把它涂满。好，涂满之后画它的身体，啊，身体细细长长的，这里延伸下来啊，它的脚延伸到这边哦，然后呢，它的手是黄色的，好，接着补上细节。来，手这边黑黑的，然后画上他的眼睛，来来来，好，最后最恐怖的地方来啦，就是他的嘴巴，有啦，牙齿，来来，好，中间给他涂黑，好，完成了。哈基瓦基，没错。那这边是要画再画几个死人啊？来来，我们画几个死人，画几个人死掉啦，都躺在这边被杀了啦。叉叉，补上他的脸，叉叉，哇，死掉了。然后这个血迹呢，要再延伸啊。这群人死掉了，延伸过来，都被哈基瓦基杀掉了，这里都是血，他的手旁边也都是血。好了，那这边也画好了，啊，接下来我们再出去看吧，还有什么呢？来来，继续恶搞，这边血全部喷上来，哈哈。这边还有什么啊？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是很像一颗蛋啊。这个的话，好，我把它画成一颗蛋。来来来，好，这个蛋呢，差不多这样吧。那大家以为这样蛋就没了吗？没有，我想在上面画一只鸡。来来，去孵化这颗蛋啊，鸡的尾巴。然后身体，最后头这样起来，哦，有了，鸡冠把它画出来，然后这边把它涂满，好，涂满之后呢，边补上眼睛，然后最后是鸡的嘴巴在这。OK， 完成了。
母鸡孵蛋。好，接着继续恶搞，还有其他的吗？哦，这边有一个披萨。好，我们可以在那边画一个 Noob， 要吃这个披萨，来吧。Noob 的头，然后他的手要过来拿这个披萨，他的手和脚在这，脚在这，都画起来，把它涂起来。先画好这个轮廓啊，然后呢，他的衣服，好，裤子是绿色的。好了，接下来补上他的表情啊。有了，Noob 想吃披萨。好了，这波还要搞完了，接下来有什么？这里有一个人头哎、欸，啊，这个我要怎么画呢？啊，我知道这个要怎么画了，这边画一把枪啊，然后呢，开枪，喷血啦。血喷出来了，好，完成了。这边还有什么啊？还有什么？我来看一下这里。哦，这边有一只狗哎。好，既然有一只动物的话，我们就来画一个人类来当它的主人啊，来吧。好，我们的主人画出来之后呢，交一个链子牵住这只狗。对，得用红色的好了。哎，把它牵住。接下来画上这个主人的表情，要可怕一点啊！好，完成了。最后的话，来画一个到此一游的作品，把我们的 YouTube 大头贴给它画上去啊！那一开始的话呢，我们先把头上的漩涡都画出来。好，上面的漩涡画好了，接下来把我们的脸画出来，来吧。OK， 轮廓差不多是这样，然后填上颜色。好，来这边都填一填，这样子就完成的差不多啦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背景色了，紅色给它喷上去。有了。好，完成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也恶搞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大家，拜拜。